哎呀，真好，这店。金飞，哎，店长，干什么呢？没干嘛呀。没干嘛。上班时间你该干嘛不干嘛，领导一会儿知道你准得挨骂。你们俩这一天天的，能不能好好的干活啊？是不是应该加把劲儿，努力的干好啊？明白吗？明白。没说你。哎，那是我。明白了，老板。金飞，人在呢。你不是人。对，我不是人。你是只猴，孙猴。对。哎，你那脸哪去了？你赶紧扮上。热来客人时候再说呗。啊，行了，我去后厨看。得嘞。老板您辛苦。老板慢走。悟空，干嘛呀？来人了，整活。瞧着吧。嗨嘿，刚翻过了几座山，嗨，又越过了几条河，魑魅魍魉怎么他就这么多？嘿，吃俺家一顿吧。我刚翻过了几座山，又跨过了几条河。哎呀，艰辛坎坷怎么他就那么多？哎，你说这创业的路上，崎岖坎坷怎么就那么多？哎，先生，那个崎岖坎坷创业这个事儿吧，创业是创业，哥，我要是你，我就说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。牛魔王，牛魔王，崎岖坎坷都不怕，牛魔王，牛魔王，影影健身了解下，年卡只要3600，包您一身牛腱肉，牛腱的肉，牛腱的肉，火锅只需160。好赤裸的竞争啊。好啊，那就来呀，来呀，年卡只要3600，游泳健身美不够，自助火锅咱广东那么吃包只需160，年卡只要3600，吃包只需160，3600，160，年卡需要多少钱？160，160 no oh no， 年卡只需160。这位先生，看您长得长吁短叹的，是不是饿了？要不到我们家吃顿火锅？今天在我们这儿吃顿饭，我给您打9折。哎，打什么9折嘛？88折、86折、85、84.5、84.3、89，成交，买定离手，这边请。我是不是喊高了？没喊高。小女子不远万里，背井离乡，从廊坊来到北京，没有想到外面的竞争这么激烈。哎，过来，那边来客人了，这回让你先演行吗？英雄，远看英雄，耳聪目明，眉飞色舞，近看却是道貌岸。什么？道亦有我，道可道，道你说了呀？道我说什么了呀？你说你很想了解游泳和健身，让我前面带路嘛。明白了。哎呦，姑娘，你有根头发有分叉的危险。你这儿啊还长了一个直径3毫克的老年斑。再看这里，30年后将滋生出2个大眼袋，长此以往下去也很快就会。兄弟，你就直说。早发现早治疗吗？我要治疗普利师。恭喜你呀，恭喜你。你将免费享受我们店金牌员工铁扇公主为您服务的皮肤管理。真的免费吗？真的免费，不过你只需要承担这张小卡片的制作成本。多少钱？只需365。哎，行，那我就消费一把。可我现在……哎，没事儿，您下班再来也行。可我下班……没事儿，您明天再来也成。可我明天……没事，也没有365块钱。孙猴子，哎，老板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脸呢？你怎么还没办上？俺老孙天气就来。这位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女企业家，现在只要3600，苦灵苦灵的大侄子任你游，帮你没有病重，病痛。我也不要办了，我还真的是要和你们店长好好唠一唠，我有事儿找他，在吗？找店长啊？行，我给你找。哎呦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喂，曹操，对不起，店长。
什么？我要扮牛魔王，那衣服我穿不了，我怕热。嗨，瞧您说的，我当然想转正了，扮牛魔王，我就喜欢扮牛魔王啊。哎，对了，隔壁老板大圣的涮肉啊，涮肉大圣的老板，涮我扮涮我，对，有人找你。哎，好，这边请普利师。哎，先生，您这么早就吃好了？是的。本店有个不成文的小规定，您说，就是您用完餐以后需结账，这个是自然，月底之前给你结怎么样？哎呦，这是不巧啊，小店概不赊账。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。嗯，是不是不相信我？你看出来了。别说了，再说就伤感情了。嗯，月底之前肯定给你结。他是好，就这样，我挂了啊。嘿，我是不是跟你跟你刚才说话了？不重要了。买单。哎，好嘞。这位老板先生，您扫这儿。你叫我什么？老板。眼光真好。是，但我已经不是老板。哟，创业失败，我准备回老家了。理解，但是在你放弃梦想之前，是不是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，要不要剪个新发型呢？哎，你是这个公主美容美发，进门了解一下啊。我说嘛，一看你就感觉到亲切。是啊，你们家生意现在怎么样？我们家生意挺好的，而且我听说呀，就是因为生意好，前任老板王托尼把店兑给了张托尼之后，拿钱出去开了一水的连锁店，一番努力过后全黄了。盲目扩张嘛，都是冲动惹的祸。但是再看我们店，马上就要转型升级了。怎么升级？就是以后您这个品种啊，我们就不剪了。那剪什么品种？我们专门给宠物剪。宠物剪？对，那不就变成宠物美？不行。不可以。不行，你不剪就不剪，怎么还急眼了呢？是啊，先生，要不然你这个店就是我开的，这里面所有都是我设计的，我就是你说的那个货，王托尼。我今天回来，就是想最后再看一眼这个店，好回老家。没想到你们要把它给改成宠物美容，不行，我不答应，不可以啊！王托尼，钱老板，现在这事儿咱俩也说了不算了呀。张托尼说，只要还没有生意，就必须得转型。你，把他们店长给我找过来，我跟他们店长谈一谈。他们店没有店长，现在是，一直招聘都招聘不上来啊。店长，你这个两个店梦幻联动的主意太好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那个明星，柳云龙。的妹妹柳岩，我想跟你合个影儿。哎呀，合啥影啊？反正大家都在隔壁店，就是不。哎，这该死的胜负欲啊！小金初来北京，也想当一个演员，可是演技上总有一些问题，想讨教一二。啊，你说，我就是每次演这个牛魔王的时候，表情控制总是不是很稳定啊。是，不信你看。我觉得他的表情控制得非常稳定，您觉得呢？我觉得你的眉毛可以休息一下，好吗？好的。要说这表演最该上的就是那个经费。俺老孙来也！我就是这条腿，这条腿。算了，反正今天也没什么客人，给你们简单的培训一下表演。好，鼓掌。抬头挺胸，看着我。想象一下，辛苦工作了一整年的你，终于可以在春节的时候回家了。家人们呢，
早早的就来到了车站的出口迎接你。你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他们，你开心的像个孩子，你迫不及待的要和他们相见。一步两步，你们越走越近，越走越近，你的笑容也越来越灿烂。终于你们见面了，你忍不住激动地伸开了你的双手，紧紧地拥抱他们。你和家人们终于团聚了，围坐在一起，开心地吃着团年饭。你们唱着，笑着，喝着，互相说着祝福的话。最后，你们举起了手中的酒杯，共同祝愿新的一年一定会更好。可是日子过得真快呀，你再舍不得他们也得回到北京去工作了，所以呢他们又来到车站送别你。所以你三步一回头，三步一回头，你回头，回，终于你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。可是你转过身了，用力地向他们挥了挥手，大声地说：“疼，没事儿，我在北京挺好的。”哎，老李啊，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样，这不马上过年了，能不能把我们的货先发一下？对，啊，我知道。你看，我不也在想办法吗？这样，我想办法，我先把一半的款，我先打给你们，剩下的我年后我就补给你们，行吗？对，我拜托你了，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老板，你怎么又哭了呢？又是那供货商催款的吧？你别吼。大明星老板，老话是这么说的，难也遇过，苦也吃过，走出个通天大道，宽又阔。妹子你真可爱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跟你们店长打招呼，让你早日转为正式员工的，你加油啊。谢谢老板。老板，我曾经也是个老板。哦，我特别理解咱们老板界的苦，今天我在你们这个店吃的这顿饭吃得特别舒服，我决定了，过完年我就回来应聘店长，咱们一起把这个店搞起来，咱们三家搞个梦幻大联动。好。哎，老板，快看，他们来了。谁来了？客人们来了。老板，想想您教我们的啊，请说，抬头，露出你的微笑。好嘞，准备好，迎客。好嘞。